为了实现在地人照顾在地人环境，长期投入惠灵沿海乡镇健康促进工作的台塑健康关怀团队，自两年前就开始甲麦寮附近乡镇的社区关怀据点合作，开办社区志工培训课程。到即卖已经办理超过400场的课程，服务超过12000个长者。团队即间嘛来甲台塑社区关怀据点，和参加培训的长者来做老师，创造在地幸福感。大家出来有这种训练哦，咱有闲的时间来做。老师教基点的长辈做运动，不过真足看，这位老师敢那嘛是基点的学员。长期投入婚姻沿海地区乡镇健康促进工作的台塑健康关怀团队，自两年前开始就和麦寮附近乡镇的社区合作，开办在地社区志工的训练课程，希望借着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方式，增进社区整体幸福感。社区长辈对这项课程拢表示赞成。做好呀！自从我退休以后吼，开始参加这个社区吼，我得来做运动啊，佮有当佮互因选为伊个小老师啦，我嘛足欢喜个啊！当小老师呢，足好个呢。可能是因为这边哈比较偏乡，所以其实我们比较没有说什么退休的老师啊，或者是退休的那个公务人员，那就是必须靠这些长辈啊，八九十岁很多都根本不认识字，什么都没有学到这些。台塑健康团队来，他教长辈怎么样去量血压，怎么样去带运动，结果长辈也学到很多，自己学会了，然后还可以服务更多的人。那社区志工和长辈感觉亲切，真侪长辈拢真介意和团队成员互动，透过家庭方式和社区的宣导活动，嘛，让社区长辈会当建立健康的观念，也有健康的身体。阮在少年的吼，讲教阮在老伙仔是足感动的啦，加讲脚手吼，大家都足勇的，你看，嘛足大块的。我今年九十岁了啦，伊也无来哦。好，阮又有小手，也有所望呢。阮家族教伊跩老师的，跩老师对阮足好的，拢来教阮用照顾阮跩老人的身体，教阮量血压啊，量糖分啦，量看你身体勇无，身体安怎个无，你偌重，应该恁吼教阮较来较侪摆较接来咧，莫讲偌久来一摆啦。台塑健康关怀团队表示，社区志工训练课程已经开班超过400场，嘛服务超过10000的乡亲，未来继续推动这款的课程，希望会当落实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环境。那我们台塑健康关怀团队于2021年开始，也在除了麦寮以外，我们在仑背、然后四湖、报中、大城、东势等地区。那我们目前在这7个乡镇、26个据点，总共办理了411堂的志工培育课程。那也培育出了58位志工的长者，那服务人次也达到12000的人次。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志工培育的课程，可以提升在地居民的健康势能跟自我的照顾的能力，这样子，那也希望可以达到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目标。透过台塑健康关怀团队各种课程和行动，那促进沿海地区健康观念，也让这乡镇的长者会当得到上好的照顾。记者林宏彪采访报道。